9月4日有香港周刊报道，指陈奕迅老婆徐浩莹为了帮助陈奕迅赶走躁郁症，还有防止陈奕迅有小三，暗地里养鬼仔三年。徐浩莹随即在微博否认此事，他表示家里只养了三只狗及两个菲律宾籍女佣人，觉得挺好笑，更佩服周刊的创作力。他和 Eason 的好友黄伟文在微博搞笑回应，只可能因为 Eason 在英国读书，讲英文流利过中文，算是一个鬼仔。但徐浩莹的回应更为搞笑，指 Eason 不是鬼仔，而是鬼佬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。您现在收看的是搜狐视频，大家好，我是佟大为。